子坤对战赵天宇。Round one。默契考验，快问快答二选一。喜欢的女生长发短发？长发。吃火锅喜欢辣汤还是清汤？辣汤。觉得自己小清新重口味？重口味。喜欢的运动游泳篮球？篮球。干嘛？啊？喜欢的运动游泳篮球？篮球。喜欢的电影喜剧片还是动作片？喜剧片。喜欢的女生高矮？高。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感性理性？感性。洗澡喜欢先洗头先洗身体？先洗身体。更喜欢哪个，唱歌还是演戏？唱歌。 Round two。 我眼中的对方，请保持对视并不停地用语言形容对方，先停下来的一方失败。 Ready go。 木子哥帅哥真好看，他长得又黑哥帅哥，唱歌的时候他那个唱歌声音特别的有代入感，然后你看这牙齿真白，看鼻子这么高，他唱歌又高，然后眼睛又大又亮又圆，你看眼睛最大的时候那鼻子比较大，那眼睛特别大，然后我的帅气迷人可爱，帅哥一样，早睡早起，主持人边会选边高，然后早起啊，喜欢你们耶 ，OK， 我出来 ，Round。轮流公主抱，看谁坚持的最久。来吧，非常轻松。哎，落地结束，结束，你使点劲儿。太舒服了，就是你不要故意往下垂，没有没有，用心机。我提个劲儿，提个劲儿，给你收。算什么男人？你别挠我痒。算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问你，麦咋的了？掰头战结束，莫言扔辛苦了，还和平王老吉，他就是一个有态度的小孩，我觉得我还比较有优势的。别太用力，兄弟，赶紧唱完，赶紧做物化。答：孟子坤，局外人 inside， 赵天宇联合出品。红尘客栈，天涯的尽头是风沙，红尘的故事叫牵挂，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，东篱下闲云野鹤孤沙，快马在江湖里厮杀，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，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潇洒，我只求与你共华发，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风似刀，骤雨落宿明桥，任武林谁定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，过荒村野桥，许世无爱孤前尘嚣，柳絮飘，执子之手，逍遥。吟唱
就朝起风中潇潇。